朋友，可唔可以俾啲掌声嗰啲扣住嗰啲人啊？你都俾啲掌声你自己啦，我哋已经包围咗三日啦。就会移去第二度，我哋今日要封锁住佢，封锁住呢个不义，我哋要将新力量带入议会入面。人民力量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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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权无限大！警权无限大！唔够人民大！唔够人民大！警权无限大！警权无限大！唔够人民大，唔够人民大，人民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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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曾荫权下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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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的力量万岁。我想问人网而家有冇直播啊？人网有啊，人网二台直播紧噶。即系如果唔系，所有传媒都报道到，人网报唔到就笨手啦，系嘛？我哋有几架摄影机噶啦，楼上都有睇唔到啊，识个嗨啦！喂，人网嘅听众大家好。全世界睇住系嘛？美加嘅朋友可能觉得好奇怪，点解我哋攞啲咁嘅嘢嚟玩？因为你不会明白我们香港警权的状况，是吗？是。台上的朋友可不可以稍微向台的左方移动一点，慢慢移动啊，慢慢移动，现在开始移，慢慢稍微移，移动一点。好，已经尽了啦，我们停一停。哎，果然是移动少少啊，哈尔移动不到啊。進行了這個特首答辯大會，特首呢由頭到尾問非所答，浪費公帑，這條這樣的契弟竟然夠膽說我們反守為攻的民主運動五區公投是浪費公帑，你今天都浪費了大家很多時間了，是嗎？我們足足有三天在這裡包圍立法會，這裡當中究竟浪費了多少的生產力？這條水管入哪個數啊？你以為我們是為興趣來的？我們上了手扣，你猜我們有特殊事的話，是不是逼我們啊？現在就要展示給你看，你出什麼都好，民意是你鎖不住的。人民最大，人民最大，人民最大，曾蔭權下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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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我哋主席喺邊啊？啊，主席咧？主席而家喺入邊俾人鎖住咗，係咪？主席係咪試緊真手鐲？邊個拘禁咗我哋嘅主席？喺左邊指揮緊啊！喺左邊再指揮。OK。有多朋友可能啱啱嚟啊，郁敏，不如你复述一下你今日向佢提出咗乜嘢提问啦，好唔好啊？向呢个曾荫权，我就冇乜气噶啦。不过呢条毛你见亲我都熬底嘅。佢最开心咧就系我哋辞职嗰几个月开答问大会见唔到我同阿大舅，
就好風騷，嘴藐藐，你明唔明啊？今日一見到我哋兩兄弟喺度咧，就熬曬底。我問佢嘅問題，佢停咗五秒，藐下個嘴，頭耷耷。所以我哋係食滑佢嘅，食滑佢。我話俾大家聽，我有一次公開講嘅，我話有個咁嘅政府，我哋同佢鬥爭，想輸都難咧。所以各位，我哋一定要堅持到底，堅持到底，一定要佢撤回方案，撤回方案。如果佢唔撤回方案，新嘅立法會大樓同埋政府總部，我哋一樣去嗰度幫佢開工。去到邊都包圍佢。还政于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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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荫权下台，曾荫权下台，曾荫权下台，曾荫权下台。各位，我哋人民力量一直以来都俾啲主流媒体系边缘化，但系我哋只要够人多，唔到佢唔登，唔到佢唔播，系咪啊？所以你睇下我哋呢三日嘅行动，所有嘅主流媒体都要大篇幅报道，人民力量万岁！人民力量万岁！人民最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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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力量万岁！人民力量万岁！所以我哋啲示威游行一定唔可以人少，系咪？人少就好似白鸽党咁鹌鹑一样，所以我哋一定要人多。人民力量万岁！人民力量万岁！嗱，我哋头先主席宣读嗰篇宣言，就系将人民力量发起嘅呢个本土民权运动揭开序幕。呢个本土民权运动就系不依靠外国势力，不怕阿爷嘅打压，唔同民主派呢啲伪民主派去和稀泥，我哋要靠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是本土的民权运动，当家作主，当家作主，当家作主。各位，这个特区政府就日落西山，我哋人民力量就氣勢如虹，特區政府，特區政府日落西山，日落西山，人民力量，人民力量，氣勢如虹，氣勢如虹，特區政府，特區政府日落西山，日落西山，人民力量，人民力量，氣勢如虹，氣勢如虹，人民力量萬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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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倒特區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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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蔭權下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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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蔭權下台，曾蔭權下台，打倒特區政府，打倒特區政府，人民力量，人民力量，氣勢如虹，氣勢如虹，人民力量，人民力量，氣勢如虹，氣勢如虹，特區政府，特區政府，日落西山，日
全一声话，我哋已经包围立法会两次。包围立法会两次，冇咩停，领导全场都知道。包围立法会两次。咁啊，刘墉，阿主席，而家究竟上晒手够未咧？你有冇巡视咗个圈咧？我巡视咗两个圈啊。唯一个圈，睇下人民嘅力量嘅气势。